嘅個人展覽《碎心碎片：迪斯可求》裏面就會見到佢嘅動畫作品啦，見到裝置作品啦，亦都見到一啲 prints 嘅。咁 Florence 可以講下邊件作品你覺得同香港有關係呢？我覺得呢個作品叫 Park Village 啦，佢係 M Plus 嘅一個委約作品嚟嘅。咁佢係最同香港有關啦，因為佢係我第一次即係畫遊樂場啦。咁我就揀咗石硤尾公園去做一個主題啦，因為我覺得石硤尾公園的淺藍色和粉紅色是 很吸引到我，咁我就想攞呢一個顏色咧，就去做一個主色啦。之後就再探索嗰、那個公園同埋動畫可以點樣融合去表達一新嘅視覺嘅效果同埋視覺嘅內容。點解 Florence 中意石硤尾公園咧？佢好多植物啊，同埋佢成個很多很特別 的形狀 去整的呢個公園，即係有一種好像在上世紀嘅，但係又好喺呢個城市入邊，佢又好突出、好突兀咁樣嘅存在，但我又覺得哇，佢好有趣咯。